这边就是焚尸炉了啊。它这个还是木头盆，你看到了吗？这个木质的，这边是墙。这里面不让拍照，我就偷拍一下啊，希望没什么问题。这个通风效果还是不错的，你看这面是一个通风口，时刻为里面补充这个风能，好燃烧的快一些。这里有一个暖气，这个你看德国人这个技术确实好啊。这个就应该毒气室吧，那个小眼儿可以看到里面。23号，哎呀，心情不比沉重啊。